他们在地球上生存1亿4千万年，在世界各处等候春天的召唤。无翅能在天上飞翔，无鳍能在水中生存，从海洋到陆地，从树上到空中，无法阻碍他们的生存竞争，善用伎俩，展现叹为观止的求生本能。周日傍晚5点，爱TV旅游台全台首播《吞噬光明的蛇》。